题，选甜粽子还是咸粽子？我选甜粽子。恭喜你选到甜对。耶，太好了。选甜月饼还是咸月饼？当然选咸月饼。恭喜你选到咸对。老爷。熊妹，你选甜豆浆还是咸豆浆？选什么好呢？小朋友们，你们说我应该选咸豆浆还是甜豆浆呢？选咸豆浆翻成11，选甜豆浆翻成22，快点告诉我吧。小精灵，我选咸豆浆。恭喜你选到咸对。太好了，小精灵，谢谢你。黑暗魔王，选甜豆腐脑还是咸豆腐脑？我最喜欢吃甜食了，我选甜豆腐脑。那你就是甜对的了。呵呵，太棒了。甜心大战现在开始，请你们用石头剪刀布决定谁先出招。石头剪刀布，剪刀对石头，耶，我赢了。黑暗魔王，快打败他们。没问题，看我的厉害。大宝兄妹接招吧，甜蜜黏黏黏法术。我怎么动不了了？哈哈，我的甜蜜黏黏黏是由麦芽糖制成的，你中了我这一招就哪儿也去不了了。可恶，怎么会这样？大宝中招，暂停一次。大宝别担心，看我打败他们。猪牙宝宝举棒。什么东西，不要过来呀！黑暗魔王，你怎么了？你们喜欢吃甜食，所以你们的牙齿最怕猪牙宝宝了。黑暗魔王已经被我的猪牙宝宝吓晕了。什么？熊妹，你太过分了。我才不过分呢，是你们先欺负大宝的。现在就剩我们俩了，就让我们一决胜负吧。甜蜜暴击，严山血海出击。我赢了。什么？怎么没效果？小精灵，这是怎么回事？选择甜食和选择咸食的人一样多，所以你们的武力值是相同的，也就是说你们谁也不能打败对方。怎么会这样？我靠，大宝和黑暗魔王被大风刮走了。哎，姐，咱们快去救他们吧。好，那就先暂停比赛吧。没问题，你们快去吧。白雪熊们，快救救我们，要不然我们就要飞到外太空了。谁也别想救他们，我要把他俩都带走。你是谁？为什么要抓我们？我是饕餮，甜的咸的我都喜欢吃，可是你们竟然挑食，真是太过分了，我要把你们都抓走。怎么会这样，我也太倒霉了。大宝黑暗魔王，别害怕，我们真的救你们下了。白雪姐姐，你有什么办法吗？我也想不到办法，这可怎么办呀？有了，看我的甜蜜黏黏黏。太好了，我们得救了！没想到你们这么厉害，哼，那就先放过你们吧。白雪熊们，谢谢你们救了我。不客气，我们没事就好。小朋友们，你们喜欢吃甜的还是咸的呢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告诉我们。喜欢这个视频，就点赞关注我。我们下次再见。